贾静雯出道至今有过许多代表作，受到不少粉丝喜爱，近日更到大陆参加综艺节目，冻龄的高颜值不断引起网友讨论。而在最新的预告中，她又因为一颗侧脸镜头让网友们议论纷纷。直接画面中可以看到她认真的神情，因为侧面角度完全看出她高挺的鼻梁还有完美的下颚线，而她白嫩的脸部肌肤看起来完全就像是大学生，让网友看了纷纷狂赞，美得舒服又脱俗。不过有网友发现，贾静雯好像因为参加节目整个人又瘦了许多，纤细的腿犹如竹竿一般，虽然看起来少女感十足，但不少粉丝纷纷心疼，直呼希望她多吃一点。